各位老师大主，欢迎各位收看《美味餐厅艾米丽的圣诞颂》跟游戏影片。那上一次啊，被人点头。好，那上一次玩到这边的时候，我记得没错，好像是艾米丽的妈妈一直说服她的那个朋友掉头了，但是我觉得有点不太可能啊，毕竟都上了火车。那接下来一样是四关，从25到29，因为想说再玩到30，可能要30分钟了。当初那时候想说赶一下撑到30，结果好像发现有点不是很好了。那这次就一样，从25到29开始吧。那一样没钱。那小艾米丽好像不太爽了。哦，现在有扶老子了，太好了，随时都要来补充一下。啊，这边有个小兵没注意到。我好像没注意到那个，哦，老鼠在这里，才刚说完就看到了。啊，有点忙哦。
啊，真的是眼花缭乱，手忙脚乱。不过还好啦。然后这个好像都没人点咖啡，都这个比较多。那事实证明，确实外面有鹿在跑了。哎，真是乌鸦嘴啊！好，我猜等一下应该再来整理了。现在确认一下哈，这边、这边、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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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有这里，应该没了吧？还有这么多。老鼠好像没看到哦。都没看到老鼠哎、欸，算了，这个就自己私下去解了。哦，就知道藏在这边。
还好都成功了。那挑战跟老鼠都非常成功了，原本想说过不了，没想到还是成功了。应该是突然发生什么事，然后没东西买。真不知道这是怎样，吃了什么补药吗？20秒内服务客人，哇，越来越艰辛了。哦，好险！哦吼，卡进来哦！
哇，眼花，真的是手眼花缭乱，手忙脚乱。哟，卡进来哦！好，好险！有一群麋鹿阻塞了轨道，真的假的？好，那看拍摄时间也可以到这边，应该是从25到28才对，我说到29。买这把了，好，拐杖糖变棒棒糖了，连续清理哦，那代表说我要累积好几个客人，然后不清理了。好，看来是有机会的。这个挑战其实还蛮简单的。Thank you.
啊，忙到不知道说什么话了。哎。有没有搞错？孩子如果往上往稍微跑掉一下就看不到了。不过实际上小孩子也就是这样啊，稍微一个转个头就看不到了。八位，我们来要艾丽森好了。那先把第二排给搞弄满，就可以往第一排了。那游戏影片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了。那火车停下原因好像是因为迷路，那至于为什么会停在那边，我想后面应该会解释一下啦。那这次一样就是玩到头昏脑胀，尤其是客人都爱点葡萄酒，不是葡萄酒，这是葡萄汁，还有那个简餐啊，那个真的是超多人点的，点真的是忙到快翻过去了，几乎每大概有十成里面有八成都是客人点这种的。说真的啊，这而且好像因为点的次数还蛮多的，按到会累死啊。那游戏里面就在这边先告一个段落，我们就下一次再见。